在那边，一直他们。不会像你。就我这有一次我快撑不下去，我就找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就带我来到这个地方。那时候很暗，我完全看不到海长怎么样。然后今天就终于看到，然后刚才春哥跟我说，我终于重见光明。对，替小孩谢谢你。不可以这样玩的啊！哪有这样玩的？而且都已经结束了，结束再提出这个要求，对，那就没有成立啊。方式稍微改变一下，让两位直接猜拳。对，因为小杰他说那个命运都掌控在别人手里，他不喜欢。对，而且这阵子我也有训练一些猜拳的秘籍。我们来看看小杰的拳练得怎么样。剪刀石头布。自从情人节过后，我成为他的女朋友之后，就是我第一次来突袭他。好可怕！你说他吗？不是前前可怕，是现在很可怕。这我没有穿裤子哎，这没有穿裤子吗？男朋友不是现在这其他是什么情况啊？你拿其他干嘛？你不是应该拿球拍的吗？我球拍也有。拜托，我这太有才华，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节目上再继续表现了。湘姐，你这衣服都你自己洗的吗？姐姐没有洗衣机，然后用手洗。对，没有洗衣机洗。有洗衣机洗。哎，江宏杰他穿内裤，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掀开他的被子。想看吗？就我这有一次我快撑不下去，我就找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就带我来到这个地方。那时候很暗，我完全看不到海长怎么样。然后今天就终于看到，然后刚才春哥跟我说，我终于重见光明。对，替小孩谢谢你，他们还没长大，爸爸，好不好？辛苦了，爸爸，辛苦了，爸爸，姑姑您加油哎。你看啊，我们就这样子一起走过全明星。我跟你讲，如果我跟你讲，我没有拿到冠军，我跟你讲，我要继续当你这三个。什么？好不好？姑姑好不好？要不要？拿不到怎么办？我哎，大家都拿不到，那不换领队吗？眼睛不能造假，黑黑亮亮的，一定是现捞新鲜的。眼睛有变白了、变浊了，那就是表示说这个鱼已经冰冻过了。不要喂鱼了哈，两位，你只要把那个帽子打开就好了。来，那个，你先看一下远方，看那个风车，看风车，不要看在船上。好，我现在还跟你们聊一聊。第一间，已经不是了。帅哥，帅哥，要拿到吗？你是不是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才要回家？我要回家了。刚刚以为要回城了，有没有看到我们刚才在那边一直他们不会像你收到你们给我脚本之后，我看到要出海，然后我心里想说完蛋要出海，因为我猜测的经验就是在船上就是吐得乱七八糟的，刚开始还好，到了定点之后越来越晕，然后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很专心，就是盯着发哥，然后听他讲，看到大家都很正常，然后就我一个人在那边吐，就有点排谁，然后大家还在继续在工作，我不能当薪水小偷，不应该这样，所以当我吐完之后身体感觉好一点，头比较不会那么晕的时候，我就继续跟上大家的脚步。大家怎么那么仓皇的逃走？因为母牛要生了。哦，很怕来不及，所以现在要快一点过去了。看到两只脚，两只腿，两只那个小牛的蹄，不需要去帮忙。这是什么呀？除非打一打。哎、欸！哦，有鼻孔出来了，鼻子出来了。
他在呈现一种这种姿势。小杰，你有没有感觉到像你那时候看姐姐穿的时候的感觉？有，对，应该有。如果我有这个经验的话，我也会觉得我自己的小宝贝。你看，一个生命又诞生了。只是比较特别的是，通常会是投出来。哎，没有啊，因为它也是投出来啊，但是因为是牛，它的手比较长啊。对啊，现在看到的是脚。我们人类的时候构造不大一样，妈妈一直在收缩，一直在收缩。加油！它好痛，看它头。妈妈真的很轻松，这样子。小杰要发挥他领队的功能，对，在场边加油，调整你的呼吸，用力。他通常这样伸展，就是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鼻梁了嘛，对，然后越来越出来了。大概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其实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应该就会，二十分钟就会整出来。就是看他在用力的时候，我们就稍微稍微对吃到很多羊水，那出来的时候，如果羊水卡在喉咙，其实会造成他们呼吸不顺，要先把羊水那些先排掉，它才能比较自然的呼吸。其实我已经经历过这一切，自己看一切都觉得好伟大。衣服是不是都不可以碰到墙纸？把刚才那个袖口碰到墙纸，你们要不要倒带一下？好，看一下，谢谢。好，成绩报告，红队十分。蓝队6分。对，这是基本的规则。不行啊，全不可以这样玩的啊！哪有这样玩的？而且都已经结束了，结束再提出这个要求，对，那就没有成立啊。袖子这件事情，它这个是基本的规则。如果有问题，应该在分数之前就应该这么做，这是很规定，裁判应该都会知道的问题。对，分数出来要改判，我专业选手我都知道。没有没有，小杰，我跟你讲，像我们篮球比赛，我就是要让他完成动作，我才可以抓他。对，所以我裁判好，好好。好，金刚大会裁判在做确认，好，我们以现场判决为主，所以红队刚刚受你碰到握把，这边扣两分。进步了，不是，真的挺好。对啊，因为这个真的很好，对啊，真的进步了。你懂我意思吗？田姐，我对啊，我是对啊，这太好，好。